好啦，今天的时间我们来玩我们的最新自走棋手游《无限进化自嘲》。我觉得这款游戏呢非常适合在那个午休啊，还是搭车的时候玩啊，因为一场大概快一点，你说差一点可能十多分钟，对，强一点可能可以玩二三十分钟，就差不多是可以把零碎时间啊拿来玩的一款不错的自走棋手游。那它同样的不用用电脑玩，因为我前阵子封自走棋封到什么程度，我会用手机远端，然后在电脑玩，然后那个操作就很卡，你知道吗？吟唱者，抓一下这个吟唱者，吟唱者是这版本，我看到我从来没有用过它，但是我被这个吟唱者打爆过很多次。对，那当然这自走棋套路啦，前面啊跟所有自走棋游戏一样，它要先抓两星。所以我们首先要先来凑两星啊，凑对子，然后有一些强的牌啊，就抓起来加减用。它这至少自走棋装备不用捡，就是你放在地上，它会自己掉进你的包包里啊。而且我们抓一个天空线啊，我们现在是完全还没有什么阵容可以凑的。海蟹的好像蛮强的，因为它这个海怪只要两个就可以触发了，对，然后只要触发的话，它就是回魔，它就内建回魔8%。铁鸟骑兵他妈一直来，啊，装了啊！跟大家介绍，先锋就是这个游戏的坦克的意思，三先锋就会给你护甲，然后傀儡是攻击的意思，傀儡二四六啊，两只、四只、六只傀儡都会加攻击力，傀儡类似刀塔自走棋的野兽吧，然后海陆战士就类似破防，哎，那你这里没轰雷者，但是又是远程哎。双里面这个其实就拉掉，我真的不是很想用它、卖掉。你看它触发的灵媒特效，然后在左上角显示，你随时可以点进来看你这个技能的效果是什么。那你可以去思考下一回要抓什么。这个海蟹天空蟹那个技能变一下，它的熊猫没来，半血直接不见。你这样子，火凤凰，哇操！游戏结束了。游戏结束了，各位观众，火凤凰呢是这个赤潮最新出的一只英雄，那他有多强呢？你看他只有一星，哎，对面怎么也有啦？他只有一星，然后你看左边会有 DPS， 你等一下看他技能出来之后的 DPS 啊，他只烧到一只，他的这个地上蓝蓝的火焰就是他的技能，他只烧一只就这么爽，哇，输了，对面有火凤凰，我现在一直两星都活不出来。像头屎一样，敢不敢再让我听更多牌？海怪来了，暴风呼唤，上吧！我没有办法想象四海怪的时候，我那个后排会多么的 OP。感觉我们只能玩海怪阵了，抓好抓满了。海怪都是远程，清一色是远程，然后这再可以叫一只很猛的角色出来，所以我们现在应该补一点坦克，我们的阵容就齐全了。我感觉要来凑个什么海怪护卫阵有吗？海怪护卫。海怪工程有啊，有两只工程、所以我要看一下、工程兵有什么。风暴守护、巡洋舰，好，我们应该是要玩个海怪加工程阵。哎呦，四海怪来了，四海怪双灵媒，好废的阵容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我们的四海怪阵起来了。终极回魔，你看这个须弥点一下一大格，他的技能马上可以叫出来了，他绕了一只堡垒出来，好被蒸发，我操他妈！海怪阵是不是在坑我啊？没道理啊，是我前排真的太软。哇！你完了吗？他这个一堆进化可以按，好舒服哦！哇，好舒服哦！哇！射了，已经有很多，哦呦，操！我们要拿到关键的巡洋舰，巡洋舰拉出来，我们就有那个三个工程兵了。巡洋舰是这个游戏蛮 OP 的一个角色，你看我们现在已经完全可以扛住了，现在已经可以很轻松的守住了，而且我们还扣了一手，看看我们的装备池，满满的，有看到吗？满满的装备池。装备都还没给啊，等 carry 出现再一次给。进化，爱古龙又来了。好，我这个海怪加吟唱者超级牛啊，他们回魔回超快，
魔力砰砰砰一直跳，砰砰砰一直跳。海怪本身就是回魔了，然后这吟唱者还能给他们魔量，真的是干那贵嘞，妈！轰雷者突然站出来，1465点伤害。那么多的轰雷者，但我发现有个问题耶，我回魔很快，可是他们技能 CD 很长啊，技能 CD 要10秒啊，技能还没转好，他魔就满了，所以感觉我那个回魔有点多余，你知道吗？刷一下，进化，嘣！你看他魔又满了。CD 6秒，再喷一次，嘣！被车过来了，天空线，秒一个吧，天空线，稳啦！听说轰雷者三星超强，我觉得这个游戏有一个很特别的设定，就是它有无消耗的角色。你看轰雷者，它的魔条是灰色的，灰色代表是它就是被动技能，它每个普攻都会放一个连锁闪电，一直电，一直电。这个是我觉得以往自走棋没有加入的元素啊，刷，警花，霸气登场，他本身 DPS 也超，哎，巡洋舰，我操，我还在闲聊，没看到巡洋舰，好了，那我要搏气了，巡洋舰，鸡群叫出来，哇，你怎么往那边射？靠背。爆开了！哇，骨球直接晕，爆开！天空蟹还在输出，还在输出，还在。去了，去世了。巡洋舰卡在最里面，但可以，应该可以放到不错的 AOE。这个长牙像三星，也太帅了吧！徐明叫个堡垒扛一下，骨球很快，哇，这是骨球很快，看好巡洋舰，又没了、欸，哎、欸。他每次那个方舟叫出来要轰炸的时候，他就会死掉啊！这个野兽先锋阵，看他跪嘞，我被车的体无完肤哎！我操！我们刷个三星轰雷者，再放上四海妖啊，应该就稳了。哎，我天空蟹，结果刷到天空蟹快三星了，完了！我最害怕了，看到的场景，卡牌了，卡烂，真的是卡烂。轰雷者，求你了！卡到皮开肉绽，我没有骗你。奖金升级，抓天空蟹再刷。哇！操他妈！抓完再卡一只巡洋舰，忍痛放弃巡洋舰，没办法。哇！终于来了，终于有救了，金鱼来了。但是怎么办？我可以把其他海怪卖掉了吗？喵！造成幻象，是在干嘛？哇，有一只终极大金鱼在那边浮哎、欸！我操，它会变化身成大金鱼在那边飘，好像有点帅。对，但是我轰雷者真的要先合起来，轰雷者跟天空蟹先合起来。我现在剩下11点，生命岌岌可危，要爆了！一条路可以选择了，就是刷，碎啦！三星轰雷者，我操他妈！霸气登场，哇，他发紫哎、欸，他强到会发紫，你看看，看一下这个轰雷者的 DPS 有多高，直接给他，装备全部塞给你，吸血也给你，闪避也给你，让我看看你的 DPS， 轰雷者，好像被天空蟹吊打，巡洋舰那个方舟炸下来。DPS 还是非常的可笑，我现在好强啊！这个轰雷者能打又能扛啊！巡洋舰有没有？巡洋舰无吧？海线，海线，海线，好啊，好啊，你都不要来啊！方舟机群轰炸，棒棒棒！然后只有652，为什么方舟机群这么菜啊？好像也还好，认真讲那个。海骨龙两星打的也没他多，好像拿什么都差不多啊。丢嘞龙眉，哇，来这只太舒服了。你们知道这树精，他就是潮汐猎人吗？他一次就是整组人都被飞起来，而且他还可以跟这海骨龙凑不死妖，双不死妖，死亡时可以继续再打3秒。我看
遇到鬼之三星长牙象，不知道扛不扛得住来，好像可以哦。鼓球丢下来，镇住全场。哇！靠北，他有速金，因为我看我枕头被他刺起来，可是还在扛。你看，轰雷者还在输出，轰雷者还在输出，被动还在电。哇，被刺起来。天空线射一发，天空线来一炮，射他一炮。哇，绝，破皮了。他这三星熊猫僧侣没得打，还满装了。他两只三星的先锋在前面一直剁啊，刷，钱不留了，刷，进化两星巡洋舰，哇哦，好帅哦！但是没关系，哇操，哇操，两星素金，我觉得我们要存钱才能跟第一名打。我们现在遇到第二名了，就是刚刚一大堆先锋的这个阵，但是他剩八滴血而已，感觉他要死了。我的巡洋舰啊，两星特效是一样的，但是伤害完全不同，炸下去直接破千了 ，DPS 刚刚本来都五六百而已，现在 DPS 将近是三倍。巡洋舰有没有办法摆前面一点啊？这样他可以早点放技能。虚米也是，虚米感觉可以拉出来一点，反正他就来弹，他本身没啥伤害，但他叫出来那只堡垒是蛮能扛的。哇，有看到吗？全场刺起来，妈都没了！哎，单挑了，巡洋舰开轰，直接炸开，鼓球炸下来，哇，千 K 来！这个第一名65滴，你知道满血80滴吗？他妈他打了30几回合，只扣15滴，在此时此刻，我薛宏伟一个人干他15滴。哎，等一下，啊，我怎么没扣三滴？问号，不能留钱了。真的生命到尽头了，不能再闹了。海蟹快点出来，求你了。海蟹我拜托你。海蟹。海蟹你不要再躲了。鲸鱼。碎啦。三星天空线。两星海妖，海妖乘二。无情输出。哇，这是三星天空线。好他妈鸡巴丑陋。但是感觉超级痛。我他妈薛宏伟就用两星，哇这么多巡洋舰，这么多巡洋舰吗？嘣，震波一直震，震波一直震。安妮啊，你下课了吧？欸，他怎么好像要守住啦？快夹住了欸！这次我只剩一只欸。哎呦，海妖直接跳到后面输出欸。震动光波，巡洋舰，欸，完蛋了！我不是要被 DPS， 我不是要打出这个 NPC 吧？拜托夹住，求你们了！巡洋舰再射一发，方舟，天空线，不要！哇！操他妈鸡！我被蜀人军团灭了，我被他妈蜀人军团灭了，我这么强的阵容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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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，怎么会这样？我们正式打出这个四野兽六先锋阵。那我们打出的重点，相信大家都有看到，它有1、2、3、4、5只，它有5只三星的先锋，三星熊猫、三星剑圣、三星刀客、三星龙骑、三星他妈鸡巴长毛象。哇操，他也太顺了吧！我个人认为，我的组合的综合程度啊，我的组合各方面都比他强。但是他有一个东西很无脑，就是他投对了胎。他一生下来，他老爸就很有钱，他妈每一只都三星，每一只都血都比我多，攻击都比我高。就算我再聪明，我凑了再多的阵容，凑了再多的组合来跟他应对。我都是输他那么一点点，而且我没有输，你知道吗？我是一开始运气不太好，喷了太多血。我后面刚刚一波干了他15滴血，兄弟，我是屌打他的，即使他抽了一堆三星，但是很不幸，我们最终还是被蜀人军团给灭了。好了，那这款相当好玩的自走棋手游呢，叫做《无限进化赤潮》，大家如果有兴趣，也可以去搜寻下载来玩玩看。那今天直播就播到这边了，大家拜拜。